是哪天才发现像哥哥这样的男孩子都是站着尿尿的，然而像玉奶一样的女生却都不是这样的，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女生站着尿尿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吧。那些罕见，那些罕见。但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站着尿尿的，另一种呢是站着尿过不承认的。女生通常会在洗澡的时候站着尿尿，浴缸的时候不会，因为女生洗澡的温度普遍要比男生要高一些，热水淋在身上的时候是全身最舒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算不主动去尿尿也会情不自禁的释放出来。而且洗澡水的声音也会掩盖尿尿声音的尴尬，但是女生站着尿尿是需要对准洞洞的，不然不小心的话都会感觉到一股暖流顺着大腿流下来，这样的话就会很爽。一键三连喵，一键三连，谢谢喵。